你想报仇的话，冲我来！袁大哥，你快起来！宁云轩，当年杀了你爹的不是蔡文正，是假扮蔡文正的我爹。 所以你的仇人是我。如果你想报仇的话，冲我来！袁大哥，你快起来！你快起来，袁大哥！杀了我呀！你起来，你先起来，袁大哥！ 我为何要把真相告诉你们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是为了我小妹的幸福。我一直以为天下所有的高官都是高傲贪婪，只顾自己的利益，是天下苍生如蝼蚁一般。但是招安也好，新政策改革也罢。 只不过是想奴役流民的幌子，可是你不一样，宁云轩，你有能力，有远见，还有智慧，你是可以让所有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，是个好官。是你爹杀了我爹。 而且在京城刺杀你两次的人，就是我。我杀了，我知道。当我看着你把蛟龙帮一步一步带向正途，我想说算了。但你现在。 宁云轩，你先放开，你松开宁云轩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你先别冲动，你不要冲动好不好？袁大哥，你先起来。杀了我！你先起来。 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，大家都不要冲动。而且袁鼎山有再大的过错，袁大哥是不知情的。再说了，父辈之间的仇恨已经困扰了你们这么多年，现在还要延续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，是吗？